斗南镇大东社区每年的旧历五月初一，拢会举办百百站关怀弱势活动。今年已经进入第十年了，为着要靠弱势家庭伫咧五日节，买当来感受着过节的气氛。里长心应景，每年拢会家己出钱来买百百站的材料，搁再邀请社区的志工妈妈做伙来百站。伫每一粒好食啊，又搁侪百站，那是展现出志工妈妈的好手艺，嘛搁整个社区是充满温暖甲关怀。将米先吹过，然后佫加入香公公的卤汁含土豆。志刚妈妈将满满的料包入粽内底，完成了一个一个好食的肉粽。啊，都你钓的，算讲你钓到迄个，迄个都达到，大家拢来个斗卡收完的就对了。你包几罐？包只十几罐，包两百外就有了。阮连续已经十年，是伫办了阮大东里的独居老人跟弱势团体。啊，阮的肉粽是用真材实料，用。加麻米，哈、啊，葱头切，阮家己剪，家己切，家己剪，啊，过来到虾仁、虾皮。为着好社区的弱势家庭也能感受到过节的气氛，大东社区也伫每冬的旧历五月七日举办包肉粽关怀弱势活动。一万年也已经有十冬的时间，今年社区也包了超过1200粒的肉粽。关怀弱势的独居老人以及弱势家庭，这次的经费我们都是由我们自己掏腰包来举办，我们最主要就是要来抛砖引玉，来呼吁各界，大家能够共同来更关心独居老人以及这个弱势的家庭。将三好的肉粽分送给社区的弱势家庭，同时也提供给在地民众做回来享用。大家都表示，每一个肉粽不但是好吃，而且用料更是非常的实在，真欢喜会当吃到社区志工妈妈的好手艺。咱本庄的这个乡土味的味道，无你长的爱心，阮你长是有够。好吃，哎，料够多。这粽袂歹食，我食第二粒啊。后来这包足侪项诶，包猪肉、香菇、葱头，哦，足侪项土豆，袂歹食。斗南镇大东社区举办过一节包肉粽关怀弱势活动，已经有十冬诶时间。除了有里长免费来赞助材料，社区的志工妈妈也拢一心义务来斗三工包肉粽，希望会当有社区的弱势民众做伙欢喜过节。记者江怡昌报道。